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轮源投顾王信杰。我想在整个今天的一个清晨，美国的联准会如市场预期的做个升息两码的动作，但是在整个升息两码之后，虽然同步也做个六月份下个月开始做缩表，我相信这个都是完全都在市场的预期当中。另外就是在整个鲍尔主席的一个会后的一个声明，也非常清楚明白的告诉大家，目前以现阶段而言，六月份甚至七月份仍然没有考虑所谓的要升息三码，顶多六月份仍然是升息两码而已。所以你会发觉在整个上个礼拜许许多多的危言耸听的空方言论，告诉你美国六七月可能要升息三码的这些危言耸听的空方言论，今天完全都是被打脸，不攻自破。那也因为美国的一个联准会升息两码，我相信你也看到，正如我们在过去这一个多礼拜来领先市场告诉大家的短期利空出尽，因为整个联准会要升息的一个两码的这个讯息，股价在过去这一个月难道没有下来反应吗？难道大盘加权指数美股跟台股没有大跌反应吗？所以我们完全所讲的美国的一个联准会的一个升息利空出尽，美国股市昨天晚上大涨，台股今天早盘开高也是一度大涨了超过200多点，但是台股因为碰到整个接近，所以今天的一个涨幅最后中尾盘有一个涨势，一个做个收跌的动作，但是仍然是以上涨了130点，收在16696点这附近。好，那当整个今天挑战月线的压力，接下来行情会怎么走？是整个联准会的一个利空出尽，从此电子股利空出尽要大涨的，从此台股就要大涨的，一路直压上去，是这样子看吗？还是又像一些空方的专家所讲的，这个反弹到月线上下附近，任何反弹皆卖点皆空点吗？或者另外可能会有第三种走势，是一路要利空出尽要大涨，还是反弹就是你的逃命点，还或者有第三种最佳可能的走势？我想待会信杰老师我会在节目当中把我个人看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另外在整个长荣阳明的部分，今天长荣创下155.5块，阳明来到133.5块，133块，持续创整个四月份我送给大家的一个四月份的关键报告，建议大家逢低在整个清明节前后逢低买进长荣阳明的以来的一个新高价。那这一波航运类股会涨到多少元？会涨到哪里？涨到哪里的长荣阳明短线你才需要稍微留意一下，适当的做个高出低进，做个获利调节，做个高出低进的价差。我想待会我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跟大家持续的做分享动作。那我相信其实谈到整个行业类股的部分，当整个最近这几天大涨上来的，你会发觉整个市场上许许多多的一些专家们，或者许许多多的一个报章媒体杂志，以及网络所谓的网络酸达人网络酸民们，大家又开始来挣所谓的韩国的热度，为了所谓的叫做博取所谓的点阅率，或者说博取所谓的一个收视率，越来越多人最近这两三天开始讨论航运类股的人又变多的，包括你说长荣跟万海的所谓的航海王的一个股王争霸战，包括在整个航运股大涨上来，大家都开始看好推荐航运类股的过程当中，但是我相信其实你不管你是信杰老师的一个家族成员也好，或者你只要是信杰老师的粉丝团好友们，甚至你只要是信杰老师的一个长期的忠实观众，都很清楚知道其实过去这半年多来，谁能够在航运类股到目前为止操作100%胜率的，全市场就只有信杰老师做得到。你会发觉在过去这半年多来，你只要曾经跟过其他的专家做过航运类股的，我相信绝对相当的感同身受，因为许许多多的专家带你操作航运类股，或者你听所谓的网络酸民的那些的一些言论，最后你航运类股几乎都是追高杀低，追在短线或者甚至追在波段相对高档之后，每一次航运类股都停损在短线，甚至停损在连线上下附近的波段的相对低档。但是到目前为止，为什么说你只要手上有航运类股的人，或者你接下来在未来这十个交易，未来这几天之内，长荣阳明随时要公布第一季财报利多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要来叫做抢帽子的，赚短线的第一季财报利多行情的，短线行情的，
或者你对整个手上有航运股的人，或者你对航运股今年的未来波段该如何操作的，只要你有兴趣的，我相信你都很清楚知道做航运类股，想知道航运类股接下来怎么看怎么走，会涨会跌、哦、你不必问别人，你就是找欣杰老师我就对的。因为到目前为止，过去这半年多来，我们不管在过年前买的长荣阳明，到整个上个到整个三月中旬、哦、获利调节在波段的相对高档，长荣阳明波段大概有30-40%、哦、过年前买三月中卖赚了30-40%，过去这半年多来、哦、整个价差单阳明累计26趟全胜，180%+的投资报酬率，长荣到昨天为止、哦、累计25趟的一个价差操作全胜、哦、也是180%+的投资报酬率，两档股票的价差已经超过200块以上的。那你说信杰老师你这会不会太夸张，阳明今天收盘不过130，长荣今天收盘不过152，你怎么可能会赚，怎么会赚到200块的价差？你别忘了我们是高出低进，高出低进做价差，对不对、哦、低进高出做价差，对。所以在整个行业内股在那边震一个什么震荡股过程当中，就算现在阳明在130，长荣在150几块，我们却可以在利用过去这半年多的一个价差操作，已经让我们长荣阳明都赚超过200块以上。等于你在过去这半年多来，你不用想太多，你只要专心的心无旁骛的专心的做好一件很简单的工作，叫做跟着信杰老师我操作长荣阳明。我建议你带你在什么价位叫你买长荣或阳明，好，你就跟着什么价位买。我在什么价位叫建议你获利调节长荣阳明，你就在什么价位获利调节。好，你只要这样子叫你买，你买一张；叫你卖，你卖一张。你一张到目前为止可以赚20万，对，你买10张，目前可以赚200万。好，如果你买50张甚至100张的长荣阳明，你到目前为止过去这半年多来，你可以赚100万甚至200万以上。好，只要你完完全全按照信杰老师给盘中给你的讯息来操作，不管你是我信杰老师的家族成员也好，或者你只要是信杰老师的 FB 的股市群会，好，你只要是信杰老师的 Telegram， 或者你只要是信杰老师的 Light 的粉丝团好友们，你在过去这半年多来，你有完完全全、哦、按照我给你的盘中的讯息的一个操作建议来操作，我相信今天到现在为止，你绝对是不管不仅是在行业内股的操作的少数赢家，更是今年2022年1月1号到今年2022年5月5号，今年过去这4个多月以来，整个台股里面的少数赢家。为什么今年的少数赢家还是操作行业内股？因为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今年到目前为止，大盘加权指数从18619，好，那回档做修正整理。就算今天大盘指数涨了130点，仍然在16696点，指数这一波回档了将近2000点，回档了2000多点下来，大部分在杀的是什么？是电子股。好，而这些电子股杀的电子股，你会发觉都是过去相当热门的，好，许许多多的专家，许许多多的报章媒体杂志，许许多多的财经节目、财经主播，许许多多的所谓的网络达人或网络酸民们、哦、之前在高档跟你极力推荐的电子股，包括元宇宙，对不对？你现在回过看，你要买，你要追8-90块的宏达电元宇宙概念股，对，你要买预创、宏达电、卫数这些元宇宙概念股吗？还是你要逢低买航运类股赚钱？你要买低轨卫星吗？90几、8-90块台阳买到现在结果如何？对，你要跟着市场买所谓车电股吗？不是跟很多人跟说未来电动车满街跑吗？未来我不晓得电动车哪一年会哪一天某年某月某一天会电动车会满街跑，但是当电动车还没有满街跑的时候，你已经满手追高的车电股、电动车概念股，你现在惨遭严重套牢惨赔，对，你已经严重套牢惨赔了，你还没等到看到。或者你还没有买到所谓的电动车，看到电动车满街跑的时候，你已经满手追高的电车电股到现在惨赔，甚至已经停含泪停损出场的，甚至很多人跟你讲的矽晶圆，很多人跟你讲的 IC 设计股，
对，甚至包含在晶圆代工的部分，650块的台积电，670块的联电，你到今天为止，就算大盘指数今天反弹了130点，对不对？你很多电子股手上有的人，你顶多是稍微松一口气，你还是笑不出来，因为你还没有解套获利。因为你手上很多的电子股，就算这两三天有反弹上来，你与你的持股成本还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回过来，为什么说今年到目前为止，全市场的少数赢家，至少有信角式的会员，至少有信角式的粉丝团好友们，甚至各位信角式的忠实观众，亲爱的你，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航运类股的操作全胜，甚至包含在整个联电，今天开高来到最高来到49.8块附近，我也不要说卖到最高，49.5块上下附近的联电今天应该很好卖嘛。好，开高第四趟的价差获利放口袋，对不对？很多的投资朋友到目前为止还套在60-70块的联电，真的很可惜，还不晓得该怎么办，何时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解套获利。可是我从整个3月份好，到整个今天5月初，这将近过去这将近2个月时间，信角式我已经不仅是公带着信角式的家族成员，甚至可以说是公开的带着信角式的所有粉丝团好友们，也可以说是公开的带着各位信角式的忠实观众们啊，我们的忠实观众，期待投资朋友你操作联电的一个价差，我们今天第四趟价差放口袋。不仅是长荣、阳明可以20几趟的价差全胜100%，到目前为止100%获利，联电目前也是4趟价差全胜100%的获利。所以今年到目前为止，市场上的少数赢家，我相信我不用多讲，老杨猫好像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样，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赚钱？好，你自己很清楚。如果你好，你跟着信角式脚步来操作，你今年能不能在股票上赚钱，你自己心里有数。我也不要说我的股票是最标的，你也看到全市场只有信角式会做得到这一点嘛。我不会为了做生意收会员，或者他什么叫做什么夺取你的点阅率，或者什么在怂恿你加入我的粉丝团，那边冲粉丝团的人数或按赞数，然后来迎合市场上大多数投资人的口味，然后每天拿今天的强势股，最近短线热门股，你最关心的这些热门股或短线的强势股，我去分析它，好，甚至叫你去追这些股票，结果为了做生意收费做到如此，结果最后结果害你套在相对高档赔钱。你会发觉过去这半年多来，全市场只有信角式我独树一格，做得到一点就是我只跟你分享，我只跟你分析，我只跟你操作建议，至少能够赚钱的标的就好，至少你这样子跟着我的脚步来操作会赚钱就好了。其实我觉得废话也不用多谈太多了，对不对？谁能够到现在为止能够在股票赚钱最重要嘛？你要的不是那种好讲的口沫横飞那种，或者图文并茂很会分析很会解盘的专家，但是很会讲好，但是最后没有让你赚钱，还让你追高杀低套牢赔钱的，你要这些专家吗？你喜欢这些专家有什么用？会讲啊，会做图表啊，会扒呀，但最后结果让你套牢赔钱啊。我承认我的口才不是很好，对，我也不会为了迎合很多的投资者做的图文并茂。你看我的字卡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 K 线图或字，我不会做的图文不并茂，做的很漂亮。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会赚钱就好。我能够长期下来带着我的家族成员，带着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我不敢说我是神100%，但是至少长期下来我们对的几率高达80-90%，我相信这你都很清楚知道。好，那我想我废话题外话我不多讲，回过来针对整个大盘加权指数，我想在整个之前，其实更早之前就跟你讲过的啦。好，因为至少过去的我就不拿太多钱讲了，我从整个一个上个礼拜这根长黑啊，台股破底下去的时候，对，跌破前波低点16764点的时候，我那一天长黑下来，我怎么告诉你？今日融资落大减，短线随时会反弹。5月5号联准会升息前后，短期利空出尽。好、哦，升息前后短期利空出尽。好、哦，2015年12月，美国首度升息前后2个月，美股
和台股是不是在相对低档？哦，第二季会不会是台股的今年相对低档？其实我在之前的一个多礼拜前，光这张字卡，其实应该可以说从整个短线到波段，大致上的看法规划，我已经很清楚明白的告诉你了。这就全市场只有新杰老师我做得到这一点。我有因为那一天的这根四月发射当天的400点的长黑而看空吗？我有因为那天长黑叫你把手上股票卖掉吗？我有因为五一劳动节看到美国股市当天又重挫900多点，叫你这礼拜二赶快卖股票吗？台股开低大跌100点的时候叫你卖股票吗？好，那过去的套图，好，我就不多讲。4月27号，刚好运气好，好，我不会说我是神。运气好，又是这一波的目前的最低点，16219点。当天又是台股大跌的时候，我怎么告诉你？3月17号联准会升息以后，有没有？我还画这张图给你看，特别跟你讲，上次的升息一码之后，美国股市不是重挫，好、哦，台股也不是重挫，而是往上反弹了将近千点。上次宣3月17联准会升息，台股强弹将近千点。当最近这几天融资大减。5月5号升息前后会不会又是利空出尽？但是我相信啊，哦，在当下4月27号当下台股重挫破底的时候，市场上大多数的专家、大多数的一些报章媒体杂志、大多数的投资朋友们，你们一定都看空了。如果大多数的专家在这边跟你讲说这边随时要反弹的，你回过来怎么会融资都全部回过来又砍在相对低档？所以信小师刚刚跟你分享股票市场啊，历史永远不带再重演了、啊，屡试不爽啊！你每每很多时候底部都是利空啊，啊，每每都是因为底部都是利空，所以才会许许多的专家带着他的会员，或者许许多多的专家报章媒体杂志才会在低档区危言耸听，恐吓大家，令大家害怕的把股票砍在相对低档。许许多多的软体指标，因为每次在相对低档，因为软体指标叫做落后指标，所以都会软体指标都会害你砍在相对低档，而追在波段的相对高档。但是我相信，你上个礼拜，任何人，不管你是套电子、套传产、套金融股、套任何股票，你只要来找我的人，除了生技股，我一定叫你逢高卖之外，那些是否防疫的生技股，我建议你逢高卖之外，好、哦。你自己回自己很清楚，你上个礼拜有任何电子股套牢的人，你来找我，我是不是都告诉你，你短线稍微等耐一下，就算回不到你的之前高档跟着其他专家套在相对高档的价位，但是你至少都有比4月27号那一天更好的价位可以卖。事后我相信我所讲的每一句话，你事后都到今天为止都完全得到验证。哦、所以你会发觉我都跟你讲的是我都在跟你预告未来，我都不是在那边跟你看图说故事、哦、当天涨时看涨，当天跌时看跌。我想那一天我就跟你讲的、哦、5月5号升息利空出尽，你看就算短线那时候我讲完，这几天讲完还有低，我没有因此改变，我一直跟你强调升息前后利空出尽，升息前后利空出尽。好，4月18号那一天怎么样？3天融资砍了120亿，我说这个会不会，这个120亿会不会你又砍在短线的相对低档，你又会不会砍在所谓的阿呆股？那我相信等到今天大涨上来，这两天大涨上来反弹上来的，是又再度相信验证我所讲的这个融资啊，真的又砍在相对低档。当然我会很多投资人跟我讲说，把很多最近这一两天来加入我的会员啊，他说除了感谢信贾叔我没有让他股票含泪停损在相对低档之外，他说当下真的上个礼拜真的好很想好想好想卖股票、哦、因为很怕股票不卖，就像其他专家讲的，如果要再跌1000点、2000点、3000点下去怎么办？这个叫人性的弱点。股神巴菲特至理名言，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懂得贪婪，当别人贪婪的时候你反而要恐惧。请问你上个礼拜融资3天砍了120亿，市场是恐惧还是贪婪？绝对是恐惧嘛。那你反在股票上经常你就是在关键的时刻就是要懂得反市场操作，当别人恐惧的时候
你贪婪下去买股票，你今天为止是赚钱还是亏钱？当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贪婪，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你逢低进场做多，你到今天为止，你多单是赚钱还是亏钱？还是你是放空被嘎空的，今天被嘎空出场的，空单停损出场的？好，那我想之前我所讲的都已经验证了，我相信我每天跟你讲的已知的利空根本都不用担心害怕，因为股价大多已经事先反应了，或许还没涨上来你都是半信半疑，等到涨上来我要跟你讲量缩是代表是什么，随时酝酿反弹、哦、前两天量缩我都跟你讲的。好，那今天涨上来因为碰到月线的压，短线会做震荡，月线上下或有短线震荡，但是反弹结束了吗、哦、这个我在好、哦昨天已经送给你的五月关键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这里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反正你只要在昨天以前我来索取信小是送给你五月份的关键报告的，我相信你都很清楚知道短线反弹结束了没，这里就不多讲、哦、但是我持续的还是给你做一个预告的动作，第二季会不会是今年的相对低档、哦、第二季会不会是今年台股的相对低档，你不要等到下半年或今年底回过来看哦、真的第二季又被信教师说对的是真的是今年相对低档的时候，你又真的后悔你的股票真的又砍在所谓的阿呆股、哦、那真的就是得不偿失的、哦、你不要到时候又后悔你股票砍在阿呆股或者空在阿呆股或者在真正在低档区不敢买股票、啊、等到大涨上去才要追股票，我说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每天在节目中都跟你讲，长期下来你如此 追高杀低或杀低追高，你长期下来你怎么赚钱，对，杀低追高会赚钱吗？追高杀低会赚钱吗？还是你要跟着信角师的家族成员一样、哦、低进高出赚钱，不管在短线或者波段，波段的一个操作一定是逢低买，一定是在股票超跌的时候分批逢低买，股票大涨的时候分批逢高往上卖，这样才会赚钱嘛。那如果第二季仍然是今年相对低档，我还是没有改变，今年讲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改变，重点就是在选股，选股就是你在现阶段，就像我过去跟你讲的嘛，你今年到今天，你从今年一月初到现在为止，你买航运股是赚钱还是亏钱嘛？就算你不，你就算你没有办法跟你不晓得，你不懂得跟信角色的会员一样，你不懂得跟信角色的粉丝团好友一样，航运股低进高出做短线价差，我就算你今年给你一月份给你报长荣阳明死报活报到今天为止你还是赚钱吧，就算你曾经被短套但是你倒还是会赚钱吧，就算你不会做价差嘛，但是你今年你买错股票，你到就像我所讲的嘛，你就算这两天大盘指数已经从16200多点谈到今天最高来到16700多点，这几天大盘指数谈了500多点上来的，你的电子股还是严重套牢啊，你的成本还是非常遥远、啊、所以重点还是选股嘛。那你说重点选股怎么选怎么赚嘛？第一个、哦、那指数方面大财富岛上的多单获利出，这我就不多讲了，联电、哦、我想在整个上个月跟你讲嘛，法说会前你逢低买你会赚钱嘛，这是我在上个月天天跟你讲的，法说会前逢低买联电你赚钱的几率一定比较高，你顶多被短套你一定可以解套获利出，那事后我相信我所讲的有没有验证，当房说会大涨上来、哦、大涨上来人家才在追、哦、之前在60-70块拼命追，跌到40几块不敢买，大涨涨停板再来追，当天大涨的时候拉到涨停板，我跟你讲什么，航运股第一季财报不好，今年获利还不好，你等着看最近这几天航运股会不会反映第一季财报低多嘛？有没有航运股有没有在涨在反映第一季财报低多的，我当天跟你说我获利出加码单，加码航运类股哦、加码航运类股，你看4月28码航运类股是又买在短线的低点，好，那我、哦、航运股我们待会再谈，我们先谈联电，28号卖，29号、哦、这个加码的部分我就不多谈了，29号是不是再上来，今天持续获利调节航运，调节联电，只剩接远单，连拉两天，你看到利多你在追，你看到外资投信认错回补联电你再追，我获利调节，之前联电在这边外资天天卖，我在这边捡便宜，我在这边捡便宜，涨上来投信跟外资认错回补你才在追，我在高档卖，
卖了之后呢，下来的，我有没有在前天礼拜一二告诉你，上周逢高卖，下来可不可以再买回来？下来可不可以再买回来？那如果你这边逢高有卖，下来你逢高有卖，下来你有价差再把它买回来，请问今天开高49.5块上下附近，你可不可以再卖一趟？你可不可以再卖一趟？将近2块钱左右是价差，一张2块钱，2000块，10张你就2万啊，你20张连电就4万啊，你50张连电就10万啊，你100张连电就差了20万的价差啊，那短短几天的而已。那你说，如果你是这样高档套牢的人，哦，你看我跟你讲了一两个月的连电，我说你套在高档的人，你想那边死抱活抱等解套，你还有的等啊。你套到高档的人，你就要透过所谓的价差操作嘛，一趟2块钱、3块钱、2菜钱、3块钱的价差操作，来降低你持股成本，就如同之前套在200多块的长荣阳明一样，啊，套在170、180的长荣阳明一样，透过高出低进的价差操作，降低你持股成本，你看你就有机会解套获利。所以针对整个联电这档股票，如果你有套牢的人，该如何高出低进做价差来？让你赶快降低持股成本解套获利，你来找我就对了。哦，你有联电套牢的等你来找我，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很多人之前在60、70块会很多专家分析联电，叫你买联电，跟现在跌到40、50块、40几块，没人跟你，没什么人跟你讲联电的时候，只有我雪中送炭的不断的透过价差的操作在帮你，哦，在帮很多的投资朋友们解套获利，哦，降低持股成本解套获利，有联电套的来找我。在航运类股的部分，去年高档我看空，哦，我在低档第一次回撤连线叫你做多，对不对？第一次回撤连线叫你做多，年前第二次回撤连线，哦，第二次回撤连线的时候，农历年前后会不会是至少是今年上半年相对低档？你等着验证，哦，我不是等到现在航运股涨上来才给你放马后炮，哦，应该是农历年后年前后应该是相对低档，我在当下回撤连线的时候就跟你讲在前面，对不对？但是就是我每次都讲在前面，你半信半疑，所以你赚不到钱。每次都在大跌的时候，我告诉你要做多，包含上礼拜跟你讲指数做多，包含上礼拜告诉你，你在16000200-300点，你不要再杀低了。但是你在每次就是跌的时候，你做不到，你会怕，你会怕，就是因为你没来找我，你没办法克服所谓人性的弱点，所以你才一定要来找我，因为你知道信老师我操作股票够人性客观。好。当时的联长长荣阳明110块叫113叫你买长荣，98块叫你买阳明，你自己记得这个价位哈，不要等等你回过来看你说我无中生有了，因为时间的节目很有限哦。好，你也知道这个价位你当时可不可以买得到？好，你如果是信角社的家族成员，这个价位你可不可以买得到？如果你是信角社的粉丝团好友们，我相信当天你绝对都可以在盘中都可以让你穿价成交。因为我都有跟我的粉丝团，不管在 FB 股市群会、Telegram 或者 Lite 三个粉丝团的盘中讯息，都要跟你公开分享。好，不仅会带你低档买，更要懂得，会晓买股票不是师傅啊，会懂得股票卖在相对高档才是真的是要做师傅嘛。有没有在三月中大涨航运股大涨一波上来，在三月中市场才开始在追航运了？我连续三天带你获利调节航运股。有没有连续三天我带你获利调节航运类股，160几块全部出清长荣，低档带你买航运，高档带你出，证据都在这边。三月底四月初有没有叫你把它公开告诉你买回来？有没有公开告诉你买回来？你可不可以买得到附近的相关的价位？就算你不是我的会员，买得到128.5，我相信130上下长荣你一定买得到。今天收在152，你一定买得到。你就算没有买到118块，跟着信角社会员要买到118块半，你也可以跟着信角社粉丝团好友们一样买到120块左右，20出头。今天收在130块，今天阳明收在130块，对，都公开告诉你。四月初我们画这张图给你分享，我说之前杀到连线涨上来反映去年第三季财报利多。
今年初过年前再杀到年线上来反映去年财报利多，这一次三月底四月初再杀到年线会不会往上再涨上来反映第一季的财报利多？我有没有在整个上个月送给关键报告清明年假前后会不会是航运股的黎明前的黑暗？我想现在你看到整个航运类股大涨上来的，今天长荣最高来到155块半，阳明今天最高来到133，已经接近全部的高点了。你看几档电子股可以接近今年的相对高档吗？你看看几档电子股可以接近今年的相对高档吗？你看看之前大家所谓的明星热门的电子产业，第三代半导体股、去晶圆、晶圆代工、台积电、联电，所谓的车电股、元宇宙、低轨卫星，请问几档接近今年的相对高档了吗？好，那现在重点来，这些股票涨上来的，波段涨完了没？涨完了没？涨完了没？跟着信杰老师的脚步来操作就对的。好，好，航运类股基本面好，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赚钱？只有信杰老师可以，唯一只有信杰老师可以带你操作航运股能够赚钱，就是买点跟卖点，就是你如何掌握好的买点跟卖点。或者如果你买手电子股套牢的，哦，你想趁这一波电子股反弹上来，哦，少赔一点钱卖掉，以股换股，从航运股赚回来的人。哦，你都可以来参加信杰老师的难得的一个哦 special 的一个优惠活动。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